7月21日，美方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，这是美方单方面对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，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严重违反中美领事条约的有关规定，蓄意破坏中美关系，十分蛮横无理，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。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，否则中方必将作出正当和必要反应。